关心的是当地这乌兰皮外海来并存的巴拿马籍货轮，虽然已经救起来十二个人，有一个人是不幸死亡的，啊，不过这海巡署甲军方即马也搁在找找，因为也搁有十二个这船员啊是这失踪的，因为即个这东北季风真透，所以搜救单位有那真烦恼，讲这海水的温对着这船员啊可能搁较不利。东北季风的强烈顶风，后来救人的直升机吊篮一直无办法顺利弹到落水船员的身躯边，加上海水的温度真低，已经让船员规身躯无力，救人员冒险落海，终于救起了吊篮。由于他，下面带救者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没有办法自行上吊篮，他直接跟着我们的吊挂钢绳到海面上，将人员拉起。然后放到我们的吊篮。27号早起，伫屏东外海并船的巴拿马货船，25名船员经过海巡、空勤队甲军方的抢救，已经救起12个人。另外有一个人从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，但是搜救单位无6级甲8级的大鹰找几枚，村内12个人也是无找到。从早上啊，持续在扩大来搜寻，因为我们预测那个海流啊是向北流，哦向北流，所以，在这个恒春哦这附近这个海域啊。还有邻近的这个高雄这边，我们都持续向外的在持续搜寻。因为从救起来12名船员，有不少人伫船变起的时阵受伤，搜救单位烦恼失踪的另外12名船员身躯冒伤，再加上东北季风造成温度升低，对船员相对不利，希望会使赶紧找到因。记者王家川、蔡明豪高雄报道。